今天早上我们提到分别心，分别心是如何驱入境，它是透由显现境的影像而驱入境。分别心在驱入境的时候，它是在境的众多特征之上驱入其中一个境。我们以杯子为例，杯子有什么特征？杯子它有颜色，有形状，还有呢？它有什么特征？材质，它的材质，它的刹那性，杯子的刹那性是不是杯子的特征？是吗？特色，还有没有其他的？杯子的作用，这都是杯子的特征，对吧？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在众多的特征里面，它排除掉了其他的特征，它的对境只有一个，就是杯子。除此之外，它在执着杯子的当下，能否同时执着杯子的颜色、形状、材质、它的刹那性，或者它具有什么作用？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在众法当中，他所执着的境就只有一个，就是杯子。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众多的特色里面，执杯的分别心，它就是针对杯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法。这是第一点，我们提到的是分别心。在执着杯子的分别心还没有升起之前，我们先升起的是沿着杯子的眼根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升起沿着杯子的眼根视？是不是先有一个杯子在我们面前，对吧？先有一个杯子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之后呢？杯子将它的相投射出来，投射到我们的眼根上。当杯子将它的相投射在眼根之后，那进一步的会升起沿着杯子的眼根视。所以我们在提到三缘的时候，会提到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指的就是心的对境。以沿着杯子的眼根视而言，它的所缘缘是什么？杯子。增上缘是眼根。杯子的相投射出来，被谁接收到？被眼根接收到。那种感觉就像我们把一个物品放在镜子前，它的相完全清楚地投射在镜子当中，那样的感觉。那当眼根接收到杯子所投射出来的相之后，那进一步的会升起眼根视，圆杯的眼根视。这样可以理解吗？在圆杯的眼根视升起之后，我们内心会升起执着杯子的分别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之前有同学问到，眼根视跟分别心能否同时作用？的确，如果以升起的次第来说，以我们现在所举的这个例子，是先升起眼根视，先看到了杯子，看到了杯子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杯子的什么？颜色、形状、它的特色，我们的眼根视都有看到。看到了之后，
他会升起执着杯子的分别心。但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呢，他在众多的法里面，他所执着的就只有一法，杯子。除此之外，他不执着杯子的颜色，不执着杯子的形状，他也不执着杯子是刹那性，都不执着，他只执着杯子。所以当我们看着这个杯子时，假设沿着杯子的眼根视，它从头到尾有五个刹那，一二三四五，五个刹那。在第一个刹那的阶段，分别心还没有升起嘛，对吧？在眼根视升起的第一刹那时，分别心还没有升起。在这之后，先升起了一念的分别心，那这一念的分别心可不可以跟第二刹那的眼根视同时作用？一边看一边想可不可以？可以吗？可以一边看一边想。看是谁在看？眼根视在看。想是谁在想？分别心在想。所以最初第一刹那的时候先升起什么？眼根视。这个阶段分别心有没有作用？还没有。这个阶段分别心还没有作用。分别心是属于意识嘛，对吧？根视与意识两者当中，分别心是属于意识，所以在第一刹那时只有根视有作用。在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分别心升起，眼根视可不可以继续留着？可以吗？所以这个时候眼根视的第二刹那与分别心的第一刹那可不可以同时运作？可以。那再往后呢，眼根视的第三刹那可不可以跟分别心的第二刹那同时运作？也可以啊。所以我们可以，所以已形成的次第，先有杯子，杯子的相被眼根接收，进而形成眼根视第一刹那。形成了眼根视之后，眼根视将它所得到的资讯传给分别心，让它去辨别。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边看着杯子，一边想这个杯子它是什么形状，它是什么颜色，它里面有没有装水。这个是后续分别心的作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两种的心，两种的心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比方我们说眼根视，杯子的相完全投射在眼根上，这时候它所投射出来的像是不是包含了杯子的特征？还是说它可以自己决定要投射出什么像？它应该没有决定的权利，应该说它没有决定的能力。所以当它的像投射出来的时候，除了杯子之外，它也将杯子的颜色、形状、它的刹那性、它具有作用这些特征投射出来，让眼根接收到，进一步的升起什么？眼根视。所以在心类学里面，我们说当眼根视看到杯子时，同时它也看到杯子的颜色、杯子的形状，杯子是无常的，它也看到了杯子具有作用。这一点我们之前在总别的那一部分我们有提到本质相同的概念，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所谓的本质相同指的是什么？两种法在现前之前呈现时，它呈现类似出什么状？什么相状？水乳相融的，水乳交融的相状，有没有印象？所以我们提到现前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眼根视去解释。眼根视它也是一种现前知，它能够现前看到镜，直接看到镜。所以我们以眼根视来解释，我们说杯子跟杯子的颜色也好，或者是形状也好，是不是本质相同？本质相同嘛。那既然是本质相同的话，那这两种法对眼根现前知而言，
对眼根识而言，在它的显现境上面，是不是显现出水乳交融的状态？是。所以我们说，看到杯子的时候，眼根识看到杯子的时候，也同时看到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其他特征，这样可以吗？为什么他会看到？为什么他会看到？因为杯子会把它的特征投射出来，它会把它的像传递给眼根嘛？眼根接收到这个讯息之后，进一步的产生了眼根识。所以我们说，杯子的沿着杯子的眼根识，在看到杯子的时候，它也看得到杯子的无常。那这时候就会有个问题啊，沿着杯子的眼根是，如果可以看到杯的无常的话，那以补特伽罗来说，补特伽罗他能不能够因此而证得杯子是无常的？有听清楚这个问题吗？还是我们突然讲得太深入了？你看哦，我说我们的眼根识在看到杯子的时候，它会同时现起杯子的颜色、形状、大小、材质，还有它的刹那性，它具有功能，这些特征同时显现出来，对眼根识来说同时显现。那在这个时候，眼根识能否证得杯子是无常的？不能。它能够显现，但不代表它能够证得。没有办法证得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办法证得的原因，就以有眼根识的补特伽罗而言，你问他杯子是常还是无常，他会告诉你杯子是常。为什么他会告诉你杯子是常？我看到的这个杯子跟早上看到的那个杯子一模一样，它都没有变，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会这样说话？虽然他不用常与无常的这个字眼，但他在描述的时候，他把常的定义都描述出来。我下午看到的这个杯子跟早上看到的那个杯子一模一样，完全没有改变。所以完全没有改变，是不是代表那就是一种常态的状态？常的状态，是不是？所以对于有沿着杯子的眼根识的那个人而言，人本身虽然他的眼根识可以看到杯子的无常，但他本身能否因此而证得杯子的无常？没有办法。甚至他会执着杯子是常的，那进一步的他就要去分析，透由什么来分析？透由分别心来分析吗？为什么要透由分别心来分析？因为执着杯子是常的，我们说我们执着杯子是常的，是谁在执着？是我们的分别心在执着啊，我们的眼根识不会执着吗？对吧？而且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眼根识它不具备分辨的能力，你投射什么东西给他，他就全然接受，但他没有分辨的能力，这样可以吗？谁有分辨的能力？分别心。但眼根识将杯子的资讯传递给分别心时，分别心他误解。眼根识其实是看到杯子的无常，但是他传递了一个讯息给他，众生误解，众生的分别心误解，他以为这个杯子是常的。为什么是常的？因为这跟他过去看到的杯子一模一样，所以他认为这个杯子是常的。所以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分析杯子，它不是常法，它是无常法。所以这时候也是要借助分别心的力量才有办法分析嘛，眼根识没有办法分析啊。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借助分别心的力量去分析它。所以要怎么分析？
杯子它是无常的。为什么是无常？因为它具备了刹那性的特质，或者是其他的理由，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那当分别心认同了这个观念，不断的去串习，而成为它的一种直接反应之后，那之后当那个众生看到了杯子，眼根是传递给他这个讯息，面前有一个杯子，当他接收到这个讯息，诶，他就会告诉自己，杯子不是常法，杯子是无常法。那如果他的心都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呢，与生俱来，我们就会认为看起来很像，就表示他不会改变，他是常法。所以心要经过训练，所以我们训练的是什么心？我们要训练的是分别心，内在的意识。五根是需不需要训练？不用，我们的五根是已经够发达了，不需要训练了。而且从小到大，我们不断的在训练五根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在训练五根识，但我们很少训练分别心。不过也不完全啊，我们在升起贪嗔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分别心也强而有力，对吧？升起贪嗔的时候，分别心强而有力，要如何贪？贪什么境？要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达到这个对境？要用什么方法？在期间要消灭多少个敌人，我才能够得到这个唯一的结果？其实我们的分别心也很有力，只是都用错地方而已。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提到五根识，那五根识当中，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应该就是眼根识。眼根识，那另外一种呢是分别心。接着我们看到讲义，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再来看原文，或许会容易一些。讲义第113页讲说潜入成立。那首先潜入，潜遮潜。入屈入，所谓的潜入指的是遮潜屈入，成入成立，相同的入屈入成立屈入。那接着我们看到潜入以及成入的性相。首先潜入，于自境以言之力去入。去入的这个词啊，有些人用屈入，有些人用去入，意思相同。于自境，在面对某一个对境时，以言之力屈入。言这个词啊，在藏文原文，现在各位会看藏文了吗？嗯，有学藏文的同学，你有没有发现藏文字每一个字跟每一个字中间呢，它有打上一个小点，有没有看到？那以点来算的话，一二三，三个点之后有一个字，这是藏文当中的第四个字。答，有没有看到这个字？这个字目前各位手上的这本讲义，它是用言这个字来表达。那有些人呢，会将它翻译成声，声音的声，也就是藏文当中答的这个字。有些人翻成言，有些人翻成声。答这个字在藏文里面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方式。这个字有时候它代表符号，有时候它是代表某一个记号或者是名称，甚至说我们做出一个手势，我们做出一个手势，那都可以用答这个字去描述。
符号、记号、名称、手势。就比方我们打了一个勾，打勾勾它通常代表什么？对的，是不是被肯定的？打叉呢？错的，被否定，是不是这样？所以符号也好，记号也好，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什么作用？它是不是能够借由某一个符号传达一个意思？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打勾或者是打叉，是不是可以借由这个符号传达出这个符号所要代表的意思，或者是借由这个符号传达出打叉、打勾的那个人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吗？所以打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嘛，它就有这个意思，也就是借由某一法而让对方了知。那在这里的答呢，在这里的言或者是声，它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它指的就是异种。异种，所谓的异种就是异共相。所谓的异共相是指分别心上所显现的影像。所以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你就在言这个字上面打一个圈或者做一个记号，你上面写着异种或者是异共相。如果不懂的话，写上分别心的影像。这样可以吗？分别心的影像。那潜入，所谓的潜入，以心而言，分别心是潜入，分别心是潜入。我们说分别心为什么是潜入的呢？因为它在趋入境的时候，它是透由境的异种，透由境的异共相，透由境的影像而趋入境。这样可以理解吗？来哦，看我们面前的这个杯子。我们说，原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它要怎么驱入这个境？它要怎么驱入这个境？怎么了解这个境？它必须借由境在心中所现起的影像，才有办法了解它吗？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是分别心，所以当你把眼睛闭上的时候，你要如何透由分别心去了解一个境？它是不是要借助于境在分别心上所现起的影像，才有办法了解那个境？这个叫趋入境或者是去入境。所以这时候分别心要了解境，它必须借助境的影像作为媒介，他才有办法了解境。而他没有办法不在，他没有办法不借助影像的情况下直接了解境，他没有办法。眼根识的话就有办法，眼根识趋入境，他不需要借由境的影像，他不需要借由境的异共相，他不需要借由境的异种，他能够清楚的直接了解境。分别心不一样，分别心它就必须借助心上所显现的影像，才有办法驱入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说分别心它是潜入的。为什么是潜入？因为对于自境，对于他所想要了解的境，对于他所执着的境，它是以境在心中所显现的影像一种，透由这样的媒介才有办法驱入境。所以我们说分别心是潜入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哦。那这跟我们早上说的有什么关联？我们说所谓的遮潜驱入，潜入就是遮潜驱入嘛，是不是？所谓的遮潜驱入，
它是区分净的特征之后驱入。这句话要记一下，所谓的遮遣驱入是什么意思？它是在区分净的特征后而驱入，区分净的特征后驱入。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它是遮遣驱入。它为什么是遮遣驱入？因为在杯子之上，杯子有众多的特征，它在众多的特征里面，它排除掉了其他的特征，在排除掉之后，它驱入了净。驱入了什么净？杯子这个对境，是不是？所以它是不是区分了净的特征，排除掉净的其他特征之后，它就单纯的只执着杯子这个净？所以我们说，排除什么特征？排除杯子的颜色、形状、刹那性、具有作用，排除了这些特征之后，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它唯一的境就是什么？杯子，没有其他的特征能够成为执着杯子分别心的境，这样可以吗？所以执着杯子分别心的境就是杯子，除此之外，杯子的颜色是不是它的境？不是，形状也不是，杯子的无常、杯子具有作用都不是它的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说遮遣驱入就等同是区分境的特征后驱入，这样可以吧？那另外一者成入成立驱入，于自境以事物之力驱入。那当中的事物指的是什么？就比方我们说圆着杯子的眼根室，圆着杯子的眼根室，它是什么？成入。我觉得你可以先把例子记下来，不然你很容易搞混。执着杯子的分别心是潜入，圆着杯子的眼根室是成入，圆着杯子的眼根室它是成入。为什么是成入？因为于自境以事物之力驱入。那这当中的事物应该怎么解释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圆着杯子的分别心它是怎么现起的？它是在所缘境杯子呈现它的相之后，这个相被眼根接收到而现起的吗？是不是？并不是心在区分之后，并不是心在区分境之后而去入，而是它接收到什么资讯，它就能够完全的掌控它，而升起了圆着杯子的眼根式，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所谓的事物是指的所缘境它呈现了它的相，呈现其相，所缘境它呈现出它的相，被五根的任何一根接收到而呈现出所谓的五根识。所以五根识，我们就以眼根识为例，眼根识它对于自境是以事物之力驱入，这样可以理解吗？分别心呢是以言之力驱入，五根识呢是以事物之力驱入。不过这个对各位同学来说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毕竟这跟心类学已经有某种程度是有关联的。事物指的是所缘境呈现其相，
所缘境呈现它的相，比方以杯子，沿着杯子的眼根识，为什么是以事物之力去入杯子？是因为杯子呈现出它的相，以这样的方式而去入杯子。所以我们说，沿着杯子的眼根识，他在看到杯子的时候，他也能够同时看到杯子的其他特征。而分别心呢，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没有。分别心在去入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同时看到杯子的其他特征。那我小弟说，可以乘上杯子，不能看到杯子白色。谁呀？杯子在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在执着杯子的当下，除了杯子之外，它无法执着杯子的颜色与形状。我好像看到的时候，第一眼看下去哦，就是呈现出影像是白色的，它的形状，那个不叫做执着杯子的分别心，那叫执着杯子的颜色的分别心。杯子的颜色跟杯子不能画上等号吗？是不是？杯子的颜色与杯子不等，所以执着杯子的分别心与执着杯子颜色的分别心不一样。当我们心中想着面前有一个杯子时，它是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它不是执着杯子颜色的分别心。这两者不一样，这两者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要观察，当你要观察分别心的作用时，你要尽可能的，比方如果它跟眼根识有关，你要尽可能的把眼根识的功能暂时切除掉，你会比较容易分辨。不然你同时用眼根识跟分别心在对一个境，你就很容易误解分别心好像可以同时观察到境本身还有它的特征，但实际上分别心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像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想着杯子的这一瞬间，执着杯子的分别心有没有办法想着闹钟？没有办法。虽然闹钟就放在杯子的旁边，但以分别心而言，他在想到杯子的时候，这一念就只有杯子；当他想到闹钟的时候，那一念就只有闹钟。那如果说杯子的旁边有闹钟，他是不是先想到杯子，再相对应的想到他的旁边有闹钟？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如果是单一的念头，执着杯子的分别心，它本身他所对的境就只有杯子，没有其他的法，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以杯子而言，杯子它有众多的特征，它是不是在众多的特征里面把其他的特征都排除掉，而选择杯子作为它？所以它就叫什么？遮遣虚入。它是在区分境的特征后而虚入，它是在排除境的其他特征后而屈入。但另外一者成入就不一样，成入是在不区分境的特征下而屈入，不区分境的特征，境给他什么相他就接收什么相。所以以杯子而言，杯子它在呈现相的时候，它也同时呈现它的颜色、形状、刹那性、具有功能，这些特征同时显现出来。所以对眼根识来说，眼根识也会同时显现境以及境的特征。所以眼根识跟分别心不一样，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的眼根识看到杯子时，也能够看到杯子的无常。但分别心有没有办法在执着杯子的当下也执着杯子的无常呢？没有办法。甚至他有可能执着杯子是常的，这表示我们的心没有经过训练。
所以为什么要修行？修的就是我们内在错误的分别心，要把它修掉。那要如何把它修掉？如何把它排除掉？或者说要如何的调伏它、对治它？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了解了一个正确的观念，不断的去串习，让你对那个境产生一种直觉的反应。杯子就是无常，当那个力量越来越强之后，它就能够把杯子是常法的错误执着把它排除掉。所以我们说执着杯子是无常的心与执着杯子是常法的心，它是什么？以相违而言的话，不并存相违嘛，是不是？不并存相违。当对一个境在同一个时间里，当我们对某一个境升起它是无常的想法时，在此时此刻我们对于同样的境，我们就不会升起它是常法的念头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对治心中的常执，你就必须要升起正得无常的智慧。如果你要对治的是心中的我执呢，你要升起的是什么？你要升起的是正得无我的智慧，而不是说我不要去想尽，我就放空，我就不要去想，就表示它没有，不是没有，是暂时没有，对不对？暂时没有不代表永久性的消失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选择去看电影、去逛街。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在看电影的期间，他可以暂时的忘记掉不愉快的事情。但看完电影之后呢，他一想不愉快的事情，那种感觉又跑出来了，对吧？所以暂时不想它，不代表可以永远的根除它。所以佛法讲的道理并不是不要去想，不是，他告诉你的道理就是你要先观察自己的心处在什么状态，而境实际又是什么状态。如果我们的心在对境时我们认为它是常法，但实际上它是无常的话，那你就要去了解它是无常的理由为何，进一步的去证明这个境它实际上就是无常，不断的去串习，反复的去思维，而让那种感受它的力量能够逐渐的提升。它提升的同时，另外一者的力量就会怎么样？减弱，不并存相违，就是这样。它就像冷热一样，一者会伤害另外一者。所以为什么要去学不并存相违的这些道理？从外在的事物你就可以观察到，如果外在的事物力大的能够伤害力弱的，相同的内在的心法也是如此。当你不断的训练自己的心，提升自己的心力时，错误的执着、颠倒的想法，它的力量就会被削弱。这是诸法的法性，这是诸法的法性。所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讲的是潜入以及沉入。那接着我们看到诸能全生与分别皆是前者，能全生与分别心是前者，这两者都是潜入的。能全生就比方现在我的讲话的声音，它是一种能全生，对吧？对我们凡夫而言，我们讲话之前是不是要先动念？还是可以在不动念的情况下说话？要先动念。虽然动念的时间离讲话的时间非常接近，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在开口讲话之前你会先动一个念头。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观察？当你要讲的内容是你不熟悉的内容时，
那个动念的感觉会特别明显。但如果你讲话的内容对你而言轻而易举、易如反掌的话，你就会觉得我不用想都可以讲得出来，是不是？但其实你有想过，你要用什么词，你要怎么去表达，你都有先想过，只是想的时间跟想的力道会因为你讲话的内容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想要观察这一点，也就是在还没有讲话之前，我们会先升起一个念头，我们称它为分别心。你要去观察这一点，你就观察，如果要你讲一个你最不熟悉的事情，这时候你就会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的认真思考，想完之后再说。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观察一下。所以我们说能全身，为什么能全身它列入潜入？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在说一个能全身之前，是不是要先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分别心。它是不是借由镜的影像而驱入镜？是吧？所以能全身本身它也是，所以我们说能全身它是借由镜的影像而驱入镜，主要的关键是因为讲话的动机，讲话的动机来决定了这一点。这样可以理解吗？而且进一步的，我们说当我们心中升起了一个我想说面前有一个杯子的这个念头之后，那随着这个念头我们会说出面前有一个杯子，对不对？是这样吗？那当我们说出来之后，这个声音它所传达的讯息是什么讯息？就是面前有一个杯子。除了这一点之外，它有没有办法同时传达其他的讯息？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借由这句话而听出来这个杯子是白色的，这个杯子的形状，这个杯子的刹那性，都听不出来吗？对吧？都听不出来。所以杯子它也具备跟分别心同样的作用。第一个，在讲述能全身之前，它必须动一个念头，显现出镜的影像，接着讲话的时候，那个话本身它也只能够驱入某一个镜，你想讲什么它就是表达那个镜。比如说你想要讲我的面前有一个杯子，这句话它传递的消息、传递的讯息就只有这个，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人。所以它的作用跟分别心是相同的。所以它也是什么？潜入，在区分镜的特征后驱入，所以我们称它为潜入。这样可以听得懂吗？可以吗？确定吗？可以吗？所以我们说能全身也好，分别心也好，它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质，除了它要执着的镜，除了他要表达的镜之外，其他的镜的特征都不是他的镜。这样可以理解吧？分别心执着杯子的分别心，他所对的镜就只有一个杯子。全是杯子的声音，他所能够表达出来的镜也只有一个，就是杯子。这一点完全相同。分别心他没有办法同时驱入镜的其他特征，声音它也没有办法同时传递出镜的其他特色，这两者完全相同。所以我们说能全身与分别心都是前者，它都是遮潜去入。这样可以吧？那另外一个，诸现前是次者，现前指的是现前知，现前知有些地方会用限量，不过现前知跟限量在多数心内学的书籍当中两者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但是在某些社类学里面，应该说某些心类学里面，他会提到这两者是可以画上等号。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的现前知就以五根识作为代表，比如说眼根识，圆着杯子的眼根识，它就是现前知，它能够直接清楚的了解境，它不需要借由镜的意共相，它不需要借由镜的影像，它就能够清楚的了解对境，所以它是成入。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当心要了解某个境，当心要去入某个境的时候，如果是借助境的影像而去入的话，那就代表什么？那就代表他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对境，对吧？因为在真正的境上面隔了一层什么？隔了一层境的影像，我们称它为境的异种，或称为境的异共相，是不是？心在对境的时候，如果它必须要显，必须要借助显现境的影像才能够去入的话，那就表示他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境，他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境，因为隔了一层嘛。那如果不需要借由境的影像就能够看到境的话呢，他就能清楚的看到境。就像眼根识，眼根识在对境的时候需不需要借由心中分别心的影像而看到境？不需要。所以不需要，他能够清楚的看到。内在的分别心呢？他需要，他需要借助于境的影像，他才能够看到境。实际的例子，实际的例子，早上已经举了 N 个。把你的眼根识的作用切掉，把眼睛闭上的时候，心里想着我的面前有一个杯子，那是不是借助于杯子的影像？这就是模糊的。这个早上应该有提到吧？这就是模糊的。所以如果心在对境的时候需要借助于境的影像才有办法去入境的话，这就表示他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这就是最大的区分了。那接着我们看到必须领会为，所谓的领会就是必须要了解，于自显现彼法，而彼之总称之为言。这时候他在解释什么？他在解释潜入的性相当中，言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当心在显现某一法的时候，那一法的总相，应该说那一法的异种，那一法的异共相，那一法在分别心上所显现的影像，称之为言。所以跟我们刚才的解释一样，是不是？所谓的言也好，声也好，藏文当中达的这个字，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是符号、记号，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不是想要借由这个符号传达一个讯息？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观念记下来。为什么要用达的这个字？它要借由某一法而传达一个讯息嘛。所以当分别心在去入境的时候，它借助的是谁的力量？它借助的是境的异种、境的影像的力量，而传达什么？而告诉他，你的对境就是杯子，你的对境就是闹钟。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它是借由杯子的影像，借由闹钟的影像，而传达出你的面前有一个杯子，有一个闹钟的这件事。所以用达的这个字，就是要令他人领会，令他人了知。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以杯子而言，我们说杯子是自相还是共相？
这个杯子是自相，哪一个杯子是共相的？嗯，有人说这个杯子是自相，那意思是指有些杯子不是自相的是吗？杯子都是自相的，是不是？心里的杯子又不能装水，心里的杯子怎么会是杯子？嗯，还是你要把这个杯子放在心里。这个杯子要是能塞进去还真麻烦。心中所显现的那个是杯子的影像，杯子的影像不是杯子，是不是？杯子的影像不是杯子，杯子的影像不具备能装水的作用。心中杯子的影像是什么？常法，它是分别心捏造出来的，只是一个影像罢了。所以我们说杯子是自相还是共相？杯子是自相，它是无常法，无常与自相同义，所以杯子是自相。我们的分别心要如何了解自相的杯子？我们的分别心要如何了解自相的杯子？必须借助共相，必须借助异共相，必须借助某一个影像，才能够了解自相的杯子。所以你说这个异共相，它有没有一种传递的功能？它有一种传递的功能。当分别心要了解自相的杯子时，它必须借助杯子的影像才有办法了解，他没有办法直接了解，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助缘。如果他本身没有办法直接了解，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助缘？是，这个助缘是什么？就是异功相，就是异种，就是杯子的影像。所以我们借助的是什么？借助了一个共相，能够让我们更容易了解自相的法，这样可以理解吗？嗯，不是，在这里的言，在这里的言指的就是异种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如果你看不懂，你就在旁边写异种、异共相、分别心上所显现的影像，这样就好。那这个字呢，在藏文原文呢，它是用达这个字来描述。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特别解释这个字，它有符号、记号、手势的这些表达模式。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表达模式它都有传递讯息的意思。在这个地方的达这个字，它就是要传递一个讯息。传递什么讯息？它就是要作为分别心能够了解自相法的媒介，借由这个媒介才能够去了解自相的法，不然分别心本身它不具备了解自相法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借助它，必须要借助这个达才有办法了解。而这个达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就是一共相，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是以它的力量而去入，必须借助于他而去入，所以叫做于自境以言之力去入。那后面呢？于自显现彼法，是以自相成为事物 之力去入，故谓以事物之力去入。其实他的解释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所谓的成入，比方说以眼根识来说，眼根识它是如何趋入境的？它是接收境所传递出来的资讯，它所呈现的相而趋入境。所以杯子它除了呈现杯子的相之外，它还呈现出什么？杯子的其他特征。所以眼根识接收到了这些讯息，应该说眼根呢，眼根接收到了这些讯息，眼根是它的显现镜上就能够同时的显现杯子以及杯子它的特征，
所以这所谓的事物指的就是所缘境。比方以杯子为例，杯子它能够呈现出它的相出来，杯子呈现的相跟我们分别心上所显现的影像完全不一样。杯子呈现的相是清晰的，分别心上所显现的相是模糊的，这样可以区分吗？当然可以啊。就比方说，你的面前呢有一条河流，你在看到那条河流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看到它的无常？以眼根视而言，那个是看杯子旁边的动的。所以我就说嘛，你就先想一个会动的，举一反三，这样先想一个会动，有一个会动就是有一条河流。当你的眼根是在看到河流的时候，能不能够同时看到河流的变化？可以。但即便你看到河流的变化，你不见得就能够证得河流是无常的，是不是这样？还是说你在看到它的变化之后，你就能够确定它就是无常？可以啊。如果可以的话，那难道你心中不会想到，诶，这跟我前几天看到的河流是同一条，不会吗？好吧，那如果河流移动就可以证得无常的话，来，你有看到杯子的无常了吗？看到了。你有证得吗？就这样，看到归看到，证得归证得，两回事。你会觉得有一个常法，有一个常态的杯子在移动，为什么？因为它一模一样啊，移动到东边也是杯子，移动到西边也是同样的杯子啊。所以位置在移动，但我们对它的执着还是认为它是常法。我们对它是常法的执着什么时候会消失？杯子打破的时候。我的杯子破了，是不是这样？才刚举例，楼上就有人在打破东西，那就是无常，对吧？就对我们而言，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觉得它是无常？杯子打破的时候。但那个无常是细分的无常还是粗分的无常？粗分的无常。这就像念死无常的无常，它是粗分的无常吗？人快要死的时候，在死亡的那一瞬间，我们才会知道，哦，他死了。不然在这之前呢，他都是活的。即便你看到他慢慢的变老，你都会觉得他还可以再多活一天。他跟昨天其实是跟昨天相比，他是有进步的。他应该还可以再多活个几天。我们心中对于那个进就是有常识。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你看那个心电图本来还在跳，最后呢不跳了，他的呼吸呢也停止了，心跳停止了，身体开始发臭了，你才会顿时觉得，哎，我的亲人离开我，对吧？这种无常的体会只是粗分的无常，它不是细分的无常，这样可以理解吗？正德啊，所谓的正德就是怎么讲呢？你对于某一个境，比方我们说以分别心而言，分别心证得境的状态就是笃定，没有任何的怀疑，100%确信，就是分别心证得了境，所以叫分别心证得了境。正量，佛法当中所说的正量，是指透由特殊的修持而升起了与众不同的感受，那叫正量。我们这当中的正德，是指以分别心而言，
分别心如何证得净？没有怀疑，确定，而且是非常笃定的感觉。我之前曾经在课堂上，一个同学问过这样的事情，应该说他问过这样的问题：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升起了定境？怎么知道我们证得了净？这就像我们举正觉塔的例子，如果你还没有来到菩提伽耶之前，你对这个地方完全不熟悉，当有人告诉你那个地方有一个塔叫做正觉塔，它只是一个概念，对吧？你在当下，你对于这个境有没有办法100%的笃定？没有，你只是接收到了一个概念，或许有一个塔叫正觉塔，是不是这样？那当有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说，那个塔不叫正觉塔，它叫什么什么塔，你心中会不会产生怀疑？哎，前面那个人明明跟我说那个塔叫正觉塔，你怎么跟我说那个不叫正觉塔？你心里会不会怀疑？所以这表示你对于正觉塔没有笃定，你没有证得正觉塔。那当你来到了菩提伽耶，你亲眼看到正觉塔，而且假设它旁边有一个牌子写的就是正觉塔三个字，那你心中会不会有一种笃定的感觉？这时候当有人告诉你菩提伽耶没有一个塔叫正觉塔，它有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心意？没有办法，你100%确定，你不会对这个境产生任何的怀疑，这表示你已经证得，这样可以理解吗？什么正德跟正量是一回事？正德正觉塔的心怎么会是正量呢？换成空性，然后呢？我听别人讲的空性，我看清楚你讲的空性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看不到，别人讲的一样，那我修修修，有一天我修到了，修到哎，发现就是那是一样，那你就正德了，对啊，然后呢？那就不是正量了，这是正量没有错，但正德不代表正量，正德不代表正量，就像你正德的杯子。你此时此刻你的分别心应该可以证得这个杯子吧？难道这是正量吗？不是嘛？所以证得不代表正量，我要说的是这个。即便升起正量，也不代表你能够证得净。有很多的正量，它是纯感受，它是没有办法证得净。不多的是菩提心、大悲心，这些都是纯感受。他没有办法证得净，他没有办法通达净。证得这个意思就是通达的意思，所以像菩提心、大悲心，它不会列入正量里面，纯感受。只是那种感受呢，它是透由不断的串习思维之后任运而起，但它能不能够通达净、证得净？不能。方便分的他都没有证得净的能力，我们说方便与智慧，智慧分的他能够通达净，方便分的慈心、悲心、菩提心这一类的属于方便分的道，他都没有证得的能力。刚才讲的这些不需要圣人证的，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出来。分别心能不能够证得，同时证得两个境，
这个仔细的去观察，应该就可以观察得出来，这当然是真的。这当然了、啊，你所谓的，你说的是五十一心所嘛？假设以五十一心所而言，你要问的是，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心所？当然有啊，没有这些心所，佛没事把它捏造出这么多没有的东西做吗？对，它是不是有这个善巧方便，可以让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不具备那些心所，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善巧方便告诉我？你们有告诉我们，你们有这些心所，没有意义嘛？一定是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只是我们看不清楚，所以他告诉你，我们的心具备了这些特征。所谓的心王跟心所，心所就是这个心王他所具备的作用，他去分析它，这当然是有，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具备这些作用的。所以他有国王跟大臣的喻，国王比喻心王，大臣比喻心所，国王想做的事情由大臣去完成，相同的心王他的作用是由心所去呈现出来的。对，那这个在经部和中国里面他的这个说法是一样的。这样可以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可以啊。比如说眼根识，沿着杯子的眼根识，它能够证得杯子，对吧？它能够证得杯子，它能够证得杯子，理由是什么？沿着杯子的眼根识之后，会升起一个分别心，这个分别心会强而有力的认知到面前的确有一个杯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就是因为眼根识它本身有正德，如果眼根识本身没有正德的话，之后就不会升起如此强而有力的分别心。所以为什么眼根识没有正德杯子的无，因为之后的分别心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眼根识本身没有证得杯子的无常，因为之后的分别心它现不起强而有力的感受。所以在心内学里面，它会提到有一种认知显而未定，不过我们先不说它的定义，我们就说当我们很专注的在看一个东西时，有时候旁人在说话，我们会听到一个似有似无的声音，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对方在讲什么内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所以这时候的耳根识对于对方所说的内容它有没有正德？耳根识没有正德。为什么我们说没有正德？因为这从之后的分别心你就可以看得出端倪。为什么？当我们听到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叫我们，但我们又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分别心它就会产生怀疑，它是在叫我吗？还是在叫其他的人？对不对？分别心的反应就可以告诉你，你之前的耳根是对于对方所说的那个内容是没有正德的。如果有正德的话是什么状态？比方说对方他在众人面前骂你，你这个小偷，我这时候我们耳根是听得很清楚吧，对吧？听到之后呢，内心的反应很直接，他在骂我，我是小偷。好，你的下一句话，我又没偷钱，为什么是小偷？是不是？这表示你之前呢，你的耳根是有正德那个声音的境，所以你的分别心它才会产生出强而有力的力道。这样可以理解吗？但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比如说你没有听懂，你没有听清楚，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似有似无，
有一个声音，但你不确定对方在讲什么内容，你之后的分别心，你去观察，他就是忽左忽右，这个在心内学里面，他说的就是怀疑，他不笃定，而一下是这样，一下有可能又是这样，他心里面处在一种怀疑的状态。简单来说，他没有一种笃定的感觉，他没有一种强而有力的认知。这时候，这就可以推测的出来，之前的耳根识并没有证得那个境。那眼根识呢？一样。就比方在夜里，我们看不太清楚的情况下，有时候一转眼，哎，感觉上有看到，又好像没看到，是不是？那个时候眼根识就没有证得境，所以你心里面才会产生怀疑。如果眼根识确定有看到的话，你分别心的力量就很强。这样可以理解吗？不过眼根识它也要看到正确的境，那才叫正德。如果看到的是错误的，比如说执神为舍，那也是眼根识先看到的。明明镜上只是一条绳子，但是眼根识误以为那是一条蛇，然后它传递给分别心的讯息是面前有一条蛇，那分别心也有强而有力的作用，但这都不叫正德。为什么不是正德？因为那与实际上的境不符合嘛。所以正德先决条件是你所了知的境必须是存在的，如果是不存在的，根本不会用正德通达的这种字眼。这样可以理解吗？正德通达一定是心所了知的境必须存在，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说眼根识能够证得杯子，但它没有证得杯子的无常，是从它后续分别心的反应你就可以观察得出来。请说。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然后呢？从圣义地的角度来看，没有证得什么？没有证得杯子吗？但从圣义的角度，从圣义的角度来看，这个杯子的存在。所以你要说的是，从圣义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眼根是没有证得杯子吗？你要提的论点是这样吗？就是我们眼根是看到的是一个幻象。我们眼根是看到的是一个幻象。所以你要说我们的眼根是没有看到杯子，就是你刚刚讲这个真实存在吗？真实存在面前的确有杯子吗？难不成你要否定它吗？所以正德了，我们正德面前有一个杯子啊。所以你所谓的世俗地的角度跟圣义地的角度是怎么判定？先这么说。世俗地就是我真看到的，没看到。那圣义地呢？没看到。我看到，但是这个让我看到这个就是幻象，而不是真实的。应成派会有那样的说法，金部宗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说法。金部宗的眼根是看到的就是实际的现状。于圣义中具有自相，于圣义中具有作用，他讲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看金部宗在讲圣义地的时候，于圣义中具有作用者，讲的就是从境的方位而言，他实际的状态就是具有作用。但应成派他的讲法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会说诸法无自性，但在眼根识前会显现出诸法有自性的相。所以他说除了圣者的根本定之外，其余有情的心事都是错乱的心事，那是另外一种想法。但目前金部宗而言，眼根识所看到的100%确定就是如此。我们
都快结束了。好，写几题回家作业。第一题，有境与心的关系。第二题，心与潜入的关系。第三题，遮潜与潜入的关系。遮潜与潜入的关系。第四题，成立与成入的关系。成立与成入的关系。各位应该会发现，有些观念我们在之前可能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但之后在某些内容，在讲述某些内容时，我们会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所以你再回去看你之前的那些比较不清楚的概念，你会有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有些内容如果在前面那个阶段讲，他就要讲很多跟他有关的东西进去，所以有些地方像义种，我们就先用一法的影像我们先带过。不过我们的确我们有举了例子嘛，在当时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又再次的提到分别心是如何的驱入境，那这个地方又再次的提到了影像，那这个地方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解释它。但如果要完全了解分别心是如何驱入境的方式，这就要学心类学，甚至我们要了解四种的境，它的显现境是什么，它的单着境是什么，它的驱入境又是什么。我讲这个部分就会很花时间了，这是心内学部分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